嗨，大家好，我小许。那这边为大家介绍下礼拜会推出的初音系列合作的新关卡哦。这个、第一集关卡是这个泡沫醉梦静音灵哦。其实这系列的角色都是差不多就这几个名字啊，静音莲、静音灵，然后初音未来开头哦，大概就是这些哦。那这张卡的话呢，我个人觉得非常必要哦，一定要刷哦。那它是下礼拜五9月27号会开放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技能到底有多神哦。首先是它是光的机械族，然后 CD8， 那主要的价值呢就在于说机械族成员的攻击伤害无视弓前盾齁，也就是机械族版的巨蟹座的意思齁。好，机械族现在目前来说没有任何一张卡是可以破弓前盾的齁，所以这张功能卡呢是非常的实用的齁，而且它是出在地狱级，也不是实抽卡，所以这张如果你有玩机械族的话呢，建议一定要去把它练满齁。那在第二个效果是引爆所有光以外的腐蚀哦，主要是因为它光属性嘛，蛮适合放在静音的静音连静音灵那个队伍里面哦，那个光机械的大奖。那再来的话，对敌方全体造成10万点的光属性伤害哦，除了这个无视弓前盾以外，也可以破隐身盾哦，这个直伤也是可以破隐身盾。另外呢，把光腐蚀转为光机械组的强化腐蚀哦，所以它一张卡的效果非常的多哈，所以给到 CD8 其实算是。挺合理的一个 CD 数啦齁。主要的价值在于弓前盾跟破这个隐身盾。另外还可以引爆齁，算是一个虽然说只有引爆光以外齁，不是炸整版，但是呢也是算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解版啦齁。如果说版面很多一些负面状态的腐蚀的话，把它炸掉留攻击珠齁，然后光腐蚀转成这个强化种族腐蚀齁，基本上也是可以解一些锁定啊齁，锁定弱化什么都没问题。所以一张卡多功能齁，建议一定要入手一张齁。哦，这边可以看得到。哦，这边官方的说明也有说齁，有效对应弓前盾、隐身盾、风化腐蚀、弱化腐蚀齁，各式各样。好，所以这张卡一定要刷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了。喜欢影片的话记得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。那有什么想法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。喜欢影片的话齁，已经讲过了齁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